悟空天尊堂，孙悟空天尊堂，哦，信众还到大陆去寻根呢。我的谢武千岁是东晋的名相谢安，宰相名相啊，东晋谢安邦定国呢，谢安呢，打败前秦胡坚的，就淝水之战打败前秦胡坚的安邦定国，让东晋在江南能够平安，能够安定下来。谢武千岁是东晋的名相谢安。10月16号下元节，三官大帝的水官大帝的圣诞。哦，有活动了好多哦，台湾的西南部沿海的王船记哦，柳营也有王船记呀、可能南昆山也有王船记，南边的三寮湾也有王船记，看看安定啊，安定也有王船记，长兴宫有王船记的，真富宫也有王船记的哦。然后南边的西港庆安宫也有王船记的，哦，南边的东港，东港也有王船记，明王十三县，于是里面有一个王船记的，沙王船是第三项仪式之一，哦，有好多诵经团的都来准备。要做练习。